今天我们准备出发了，准备出发去一个长途旅行，因为过年了，打算开车回趟老家。我们后备箱装满了各种东西呀、啊，哎呀，吃的喝的，看看还有两个大柚子，因为吃不完了，所以就带上，应该可以了。感觉这个放的有点不稳呢，会不会掉下来？还好，就这样吧。好了，关后备箱吧。我们就准备出发啦。我们的司机先生，哎呀，怎么我们的小同学，还有我自己，出发喽！干啥呀？这多特警啊！都是装甲车。之前深圳湾，就停了好多这样的特警车。压超的。啊，这是运钱的车吗？你看前面这个。啊，这是运钱的车吗？应该就是装钱的。啊，这车里都是钱吗？哎，不想走了。我帮你拉点儿。我不想走了，我就想在这车上睡了。不怕，谁害怕钱硌手？硌腰。不怕，正好我要睡硬的地方，我腰疼。这么多吗？这没看是武装押运，这是。武装押运，押的都是钱呢，钱还用啥押运了？我帮你拉走点儿，我车大。